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又到了 Costco 每周特价商品详情介绍的时间，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 Costco 的打折促销活动也开始进入高潮。本周 Costco 又推出了很多新的打折商品，折扣的有效期都在26日之后，直接是 Boxing Day 的价格了。大家如果有自己特别心仪的特价商品，现在可以出手购买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有哪些特别推荐吧。 OXO 不粘锅两件套，10英寸的适合煎鸡蛋，12英寸的则是炒菜和煎肉的理想选择。我自己也买了这套锅，的确非常好用。锅体采用硬质阳极氧化厚铝材料，导热快而均匀，涂层采用三层结构，由德国设计，不含 PFOA， 具备良好的抗划伤性能。锅柄是舒适的不锈钢，在200摄氏度的烤箱也可安全使用。原价49.99元，本期减10元后39.99元。这款科克兰无盐混合坚果重 1.13 千克，由腰果、杏仁、开心果和山核桃组成，是节假日的热门畅销商品。采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上等优质坚果，烘焙好的果仁酥脆醇香，混合着吃营养均衡，让你爱不释口。本期的价格19.99元。门口的其他几件特价商品，必此真无线降噪耳机，纽翠布雷特的搅拌机套装，玉兰油经典大红瓶，还有两款打七折的餐券，我在12月6日和13日的详情解说里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本周打折的电脑可真不少， Apple 的入门级 21.5 英寸 iMac 台式电脑，配备 Retina 4K 显示屏，英特尔 i3 处理器，8G 内存，256G SSD 硬盘，4个 USB 接口，无线鼠标和键盘，原价1699.99元，目前优惠200元，折后是1499.99元。不过请注意，今年 Apple 推出了新款的24英寸 iMac 入门级台式电脑，采用最新的 M1 处理器， Retina 4.5K 显示屏，1599元，小贵100元。所以如果是我购买的话，我会选择最新款的。惠普 13.3 英寸笔记本电脑，配备 AMD 锐龙5 5600U 处理器， 512G SSD 硬盘， 8G 内存， Windows 10操作系统，双语背光键盘，原价899.99元，目前优惠200元，折后是699.99元。华硕 15.6 英寸笔记本电脑，配备英特尔11代酷睿 i7 处理器， 16G 内存， 1TB SSD 硬盘，睿聚集成显卡， Windows 10操作系统，双语键盘，原价1099.99元，目前优惠100元，折后是999.99元。最近需要买电脑的朋友，建议到店里和 Costco 网站上多看看，综合比较一下，相信终有一款会适合你。惠普27英寸液晶显示器，纵横比16:9，分辨率2560×1440，刷新率75赫兹，响应时间5微秒，亮度 300CD 每平米，两个 HDMI 接口，一个显示器端口，原价289.99元，本期减30元后259.99元。另外一款 LG 27英寸液晶显示器，类似的参数，同样的价格可供选择。泰勒蓝牙追踪器三件装，功能跟 Apple 的 AirTags 很像，可以挂在钥匙、背包上，或者放在钱包里，采用防水设计。蓝牙跟踪范围长达122米，电池续航可达1年。泰勒提供免费的 APP，
兼容 iOS 和安卓设备，原价79.99元，本期减10元后69.99元。飞利浦5000系列干湿两用剃须刀，采用智能贴面技术和360度旋转的弧形刀头，可在皮肤上顺畅移动，带给您快速贴面的剃须体验。另外，功率适应传感器能自动调整切削功率的大小，提高舒适度。这款剃须刀还赠送一组刀头，价格不菲，原价149.99元，本期减35元后114.99元。上期视频中，我们曾介绍过一款德国博朗8系列剃须刀，两者的价位和档次都差不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对比。 Dyson Animal 2 Origin 吸尘器吸力强劲，专为深度清洁您的整个房屋而设计，可自动调节并适应地毯、地板等不同表面，能够吸走更多污垢、灰尘、毛发和过敏源。先进的整机过滤能够有效去除室内花粉等微小颗粒，让家人呼吸更加舒畅。这款原价479.99元，本期减80元后399.99元。下面这款是 Shark IQ 带自动清空箱的扫地机器人，它可以制定房屋的地图来清洁指定的区域，还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或者语音控制来计划清洁的时间。它并不带有吸尘袋，因为它吸尘以后可以自动倒入它的清洁桶中，非常的轻松和方便。这款原价499.99元，本期减100元后399.99元。这款可旋转的不锈钢调料架可以整齐地放置20罐调料，方便取用，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厨房空间。罐子里已经预先装满了调料，清晰标记的罐子可让您在烹饪和烘焙时轻松找到所需要的调料。本期清仓特价29.97元。这款炊具套装12件套，锅体采用硬质阳极氧化技术，硬度是不锈钢的2倍，具有很强的抵抗刮擦、翘曲和腐蚀的能力。锅底由不锈钢封装厚铝芯制成，可高效而均匀的导热。这套锅具适用于包括电磁炉在内的所有炉灶，机洗安全，烤箱安全温度高达204摄氏度，原价289.99元，本期减60元后229.99元。这款无线充电 LED 护眼台灯颇受学生家长们的青睡，它能减少51%的眼睛疲劳，提供更健康的阅读方式。它有暖白、亮白和自然日光3种颜色模式，每种颜色有3种亮度等级。此外，台灯底座有无线充电功能，数字显示屏能显示日历、时间、闹钟和环境温度。这款灯原价39.99元，本期减8元后31.99元。K 的插入式一氧化碳报警器，带数字显示和10年备用电池。当一氧化碳浓度超过100 ppm 时，会发出语音警报。在加拿大的冬季，各家各户都紧闭门窗预防严寒，建议每户至少安装2台一氧化碳报警器，确保生命安全。本期减10元后27.99元。这种煮熟的雪蟹每公斤49.99元，每盒优惠10元。雪蟹是以它的肉命名的，煮熟后会从红色变成雪白，有一种鲜甜微妙的咸味儿。圣诞节的火鸡每公斤5.99元。想想平安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自己烘焙的火鸡，还是蛮兴奋的一件事。这是一款 Christmas 蜡封奶酪，来自英国，每盒有3个3种口味，净重600克，红色的由温斯利戴尔奶酪制成，里面加入了蔓越莓片，
甜味和咸味很好的平衡在一起。绿色的将切达干酪与爱尔兰威士忌与生姜混合，赋予奶酪温暖光滑的余味。紫色的将西班牙里奥哈红葡萄酒与焦糖洋葱和成熟的切达干酪混合，略带甜味。本期减四元后15.99元。兰开夏炸弹奶酪，每个重450克。这款造型特别的奶酪由英格兰的一个小家庭乳制品厂手工制作，历经几代人的经营，颇受欢迎，被誉为晚宴上的理想礼物。通常在室温下食用，搭配红酒或啤酒都很棒。本期减三元后9.99元。这款波兰火腿肠产自加拿大，重1000克，不需加热，可直接食用。香肠的食谱源于欧洲，历经改良增加了瘦肉的含量，吃起来香而不腻。我特别喜欢这款香肠，用来做三明治、拌沙拉、炒菜都可以。本期减三元后9.99元。三种风味的萨拉米，又称意大利腊肠，由发酵风干的猪肉做成，可直接食用，一袋三根，重1.13千克，分别为黑胡椒味、意大利红酒味以及吉普赛风味。我个人喜欢传统的黑胡椒味，可同上面的香肠还有 cheese 搭配在一起做成饼盘。本期减4.5元后17.49元。冰冻的腌制蝴蝶虾，每盒500克，20只左右，采用大蒜和香草腌制，用来烧烤最好。本期减三元后9.99元。麻薯冰激凌，一盒有24颗，每颗35毫升，其中12颗是香草味儿。它是将香草味的冰激凌包裹在略带甜味的糯米面团里，6颗是3重巧克力味儿。它是将巧克力冰激凌和巧克力片包裹在微甜的巧克力糯米面团里，还有6颗是芒果味儿。它是将冰淇淋和真正的芒果包裹在微甜的糯米面团中。本季特价减5元后9.99元。冷冻芒果2公斤重，这种芒果采用单独速冻技术，不会粘连在一起，而且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芒果原有的口味和营养成分，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来烘焙各种美食。本期减3元后8.99元。圣诞季才有的假日巧克力松露400克，这些动物形状的罐子里装满了牛奶巧克力松露，动物图案有穿着毛衣的北极熊和棕熊，还有裹着围巾的驯鹿和企鹅。本期减3元后9.99元。费列罗巧克力圣诞节金字塔礼盒，这款礼盒里有60颗榛果巧克力，每一颗都含着丰富的口感，由内向外，中心是一颗松脆的榛子，第二层是软化的膏状巧克力，第三层是巧克力微化，最外层的是榛碎巧克力。本期减5元后19.99元。瑞士莲的这款 Christmas 版巧克力比较少见，里面是不同形状的牛奶巧克力，有迷你圣诞老人、迷你雪人、迷你小精灵和4种不同包装的巧克力球，适合装在圣诞节的长筒袜里。原价14.89元，本期减2.9元后11.99元。歌蒂凡新型牛奶巧克力415克每袋，外层是精心制作的新型牛奶巧克力，里面是柔顺光滑、入口即化的馅料，有焦糖馅、奶油榛子果仁糖馅、奶油牛奶巧克力馅3种口味。原价10.99元，本期减3元后7.99元。这款红色的包装是格蒂凡夹心巧克力，443克每袋，有2种口味，一种外层是黑巧克力与牛奶巧克力碎粒覆盖的酥脆微化，里面是巧克力酱心和一个松脆的可可仁内核，
另一种外层是榛子碎与牛奶巧克力覆盖的酥脆威化，里面是榛子酱心和一粒松脆的榛子内核。原价15.99元，本期减4元后11.99元。歌地凡新型黑巧克力415克每袋，外层是纯黑巧克力，里面是巧克力慕斯夹心，原价10.99元，本期减3元后7.99元。精美的柯克兰礼品卡片，一盒有84件，每一张都好精致好可爱，目前清仓特价8.97元。化妆品和保健品，我在前面的2期视频中已经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回看前面的2期视频。本期的 Costco 特价商品就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看到我的及时更新。咱们下期视频再见。